我们感到相当的遗憾的，更抱歉，我们幼儿园有发生类似那个体罚学生的事情。如果真的有体罚，他们也会对这个老师解聘的那一种处置。看到有打小朋友，对，会担心，所以我今天来特备，不放心吧？不放心，对啊。这个年纪这样打适合吗？当然不适合。因为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啊。我们在社会处后续就是说会针对行为人或者是看园方有没有疏失，会就是依据我们儿少权法这一个来做一些相关的处理，针对这个孩子做心理，请教育处做心理的辅导。